凯西，我有话跟你说。说什么？走开啊！你不要过来哦！那你这一整天那么奇怪，是不是因为在意我啊？谁在意你啊？杜凯西，看到有人把我嘴巴咬破的地方，哎，谁咬你啊？还不都是你？对，都是我自己发神经。哇，这里风景更好哎。干嘛？你在想什么奇怪的事情？我警告你哦，你要是再这样的话，我就告诉你你心里想照顾的那女生。我一定跟他告状。一说就变乖，真的那么在意那个女生？他干嘛还亲我？那个女生。那个女生啊，怎样？那个女生漂亮是很漂亮，对工作也很有热情，对家人也很好，就是脑袋不太灵光，一棵树长歪了就一直歪下去，一件事情想错了就一直错下去。不知道自己喜欢他什么，个性不太好，难相处又难亲近的，笑起来是很好看的，不过不太笑。既然这么嫌弃人家，就不要喜欢人家啊！干嘛跟我讲那么多啊？因为他不知道我喜欢他。自以为单恋是一种美吧？这段是有多远啊？开那么久还没到、啊。头发乱了，关你屁事啊！对了，我忘了说，那个女生很喜欢说“屁”这个字，动不动就关你屁事啊，关你屁事的说口题。我都觉得要心胸非常宽大的人才可以喜欢她。
开心，你要干嘛？哎，凯青，凯青，大哥，不好意思，可以帮我开个门吗？谢谢。凯青，哎，你走路不快。怎么这么慢呢？杜凯奇，杜凯奇，等一下啊。小心啊！小心啊！杜凯奇，反正我就是难相处嘛，你不用委屈你自己。来啦！你一直逃跑，是因为爱面子，还是因为讨厌我？看来是讨厌我。虽然你脾气差，又难相处，但重点是，我喜欢你。你到底跳哪里去了？曾问我为什么调皮，我总说因为你太淘气，所以我们相知相惜，相遇然后相爱，最后伤心尽，决定我爱你，超级爱惜。我很确定，你太神奇。